以剑无道，随缘顺性，心安天静，柔弱自知风平。这个世界在刻意掩盖着什么？这难道不是美妙至极？你我都清楚，没人愿意看到全部的真相，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。你始终没有悟到战胜不了我的原因。再厉害的战斗技巧，对我来说，只是我获胜的手段，并不是目的。又见面了，让我看看你有何长进。想打败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招与式，攻守道，早已心行合一。可这形而上攻心计，却难于登天。唉，天可夺，地可量，唯有人心不可防。阴阳神变，皆可测，不测人间，笑是真。此等修为，胜我都困难，还妄想悟道？道生一，一生二。
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以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万物皆有阴阳平衡，纵有八极之力，可这世道本该如此，此消则彼长，万物自有轮回，这苍生便是不救也罢。下为九州，九州之外皆为莽荒之域，名曰八淫，存放千里，在于千里谓之八之外，乃有八极，天地之气也。